当我们坐入车内之后，就与车外的环境形成了一个密闭的空间，车内代表着我们，车外代表着环境。而我们在行车过程当中要不断的与环境发生交换。那么我们在车内如何判断车头左右脚与障碍物的距离呢？这个方法新手也能很快掌握。首先，永远不变的就是坐在车内一定要保证正确的坐姿。当保证正确的坐姿之后，我们的参照点一定是引擎盖的前方。关于左侧和右侧障碍物的判断，一般来说，当左侧和右侧车头距离障碍物在20到30厘米的时候，通过引擎盖看过去，大概可以看到障碍物70到80厘米的高度。这个高度就证明我们是可以完全通过的。所以当我们在行车上路的过程当中，如果通过引擎盖前端可以看到一般 SUV 的大灯下方或者轿车的门把手下方10厘米左右，就可以保证安全通过。不过因为有些小区由于其花坛较高，一般来说在60厘米到70厘米的样子，这时候我们在行车过程当中只要能够看到花坛的上沿，就可以安全的通过了。所以其实整个在上车上路过程当中，车辆和周围的环境发生着一定的相互作用，环境影响车辆，车辆也在影响环境。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，整个车子在行驶过程中，我们一定要判断好左右两侧与车头之间的位置。其实每一个人因为驾驶习惯、坐姿、身高等等都不尽相同，所以对于障碍物的判断也不是很准确。前面给大家讲解的只是一个简单方法，具体适合自己的方法还是需要自己在实际生活当中慢慢摸索和探索，这样才能掌握适合自己的行车方式，保证车辆不会发生剐蹭的情况。